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早安！你们现在收看的是《龟贤》。掌声鼓励，欢迎龟贤来到台湾。이제대만한국시장의관광홍보대사로임명되게돼서너무나도감사한마음이고제가개인적으로도대만여행을좀많이했었어요그랬는데또어떻게대만관광청에서알아봐주시고저를임명해주셔서더욱더막중한각오로여러분우리한국에있는해외에계신수많은분들께대만이얼마나아름답고먹거리도많고여행하기좋은곳인지좀사명감을가지고이제임할수있게될것같습니다너무감사드립니다오케이제시원와掌声欢迎欧总와两个人一样高哎好可爱来我们 OK 欧总自动长高啊对有个子一样啊对个子一样非常的可爱要拍一张吗啊不拍一张好了来加油 OK 好来那我们今天呢要把我们这个圈擦立牌先交到我们龟贤的手上来今天呢接下来呢龟贤的重要的任务我们准备了一个台湾观光搓搓乐等一下龟贤呢他的重要任务是他要选三个题目随便选然后呢里面的题目他要用手上的圈擦牌来回答只要答对我们龟贤就可以到左手边的台湾干妈店来选择他喜欢的零食还有点心当中都是架杠的台湾人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些是我们从小到大最喜欢的零食点心今天我们要来考考龟贤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OK第一题请选择台湾的图案吗中间 OK 中间那龟贤可以用你的手搓一下吗把它搓在这台湾最喜欢玩的搓搓乐对搓搓进去搓破它可以粗鲁一点OK 等好那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好来来看一下后面 OK 来噔、oh, OK 好的来我们看一下里面的题目是、oh. 啊对这边有个题目好 OK 龟贤这边看到的题目我们把它来我先帮你拿这个好来题目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好 我念好了要不要我念台湾的哦好台湾的好跟我们看韩文差不多只会 안녕하세요 前面就不会了 OK 来台湾的地理范围只有一个像番薯的形状吗对还是错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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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答案因为台湾还有离岛像是金门马祖澎湖所以不是只有一个番薯的地图哦澎湖对澎湖吗澎湖对澎湖还有金门马祖对这些都是我们的离岛地区也是观光圣地有掌声鼓励一下好现在龟贤有一个领取零食的机会了好来接下来我们来准备第二题啊好难要不要珍珠奶茶还是要我们的交通工具珍珠奶茶班糖军兵OK 这次学聪明了用拳头攻击噔噔好来我来帮忙打开一下好龟贤的第二个题目是请问我们右边的左边的欧熊身高是七杯珍珠奶茶的高度吗七杯吗危险心想怎么看都不太对到底是还是不对哎下面有人要打 pass 吗嗯还是噔噔嗯还是噔噔开始量好为难哦来选一下
珍珠奶茶七七个，七个七杯啊，七杯。哦，正确答案，掌声鼓励一下。正确，对对对对，因为今天的有一点放大版，但是平常我们正常的欧熊的高度就是七杯珍珠奶茶加起来，没错，就是这么的可爱。掌声鼓励，恭喜龟贤获得第二个选零食的机会啦。好，接下来第三题，题要选什么呢？有没有很像我们平常在干妈点戳戳乐的感觉？到底要戳哪一个礼物？我喜欢奖哦，喜欢奖杯。好 ，Go OK， 来拿到的题目是，我们来看一下。好，谢谢龟贤，我们这边拿到的题目是金马奖、金曲奖、金钟奖。并列为台湾三大娱乐奖，是许多演艺人员相竞争逐的奖项。龟贤曾经参加过一次的金曲奖，对还是不对？考考他自己的记忆力怎么样哦？我还记得。哦，你还记得？耶！掌声鼓励！啊哈！所以恭喜龟贤可以获得三个选零食的机会。来，我们来到我们的左手边这边来。好，龟贤想要选什么呢？成功了，啊，成功了，成功了，没错。来，想要选什么？今天有蛋饼，有豆浆，有我们小时候吃的橡皮糖，还有弹珠汽水，跟大家都知道台湾之光乖乖，还有鹅啊珍的饼干，跟我们的卡哩卡哩。龟贤想要什么呢？我喜欢现在早早早上早上，所以。需要蛋饼。需要蛋饼，你可以吃一口。蛋饼配豆浆。蛋饼配豆浆。啊，可以吗？可以。来，赶快捕捉一下，好不好吃？告诉大家，挑了最大块的一块，来。哦，芝士蛋饼。哦，对，芝士蛋饼。哦。嗯。很浓。很浓，泡沫，很冰啊，很冰。不好意思，今天冷气有点冰凉，但是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台湾的热情呢？有有有，跟谁说有？好，第一个选了蛋饼，跟你一样吗？来，第二个豆浆，豆浆。不好意思，我们准备太大口，我们台湾人就是热情，要让大家吃得饱。来。接下来是大家每天早上也会选择的豆浆。哇，好像在拍广告，对不对？好好喝。我们希望观光署多拍几张龟贤喝珍珠奶茶跟豆浆的画面，相信每一位的韩国朋友都会想来品尝看看。我最喜欢豆浆，最喜欢豆浆。现场有没有喜欢豆浆的各位？有吧？这个时候都要说有，有举手是不是 ？OK， 好。那昨天你吃了，也吃了这个。OK， 没问题。在台湾就是走到哪都有豆浆店可以选择，真的很喜欢哎。OK OK， 来，接下来真性情的第三个台湾零食选择的是，你想吃饼干还是糖果还是汽水？哦，选择这个，这个应该是我们台湾大家从小都有吃过的跳跳糖。哦，是不是觉得好久没看到，对不对？以前在干妈店都会看到的跳跳糖。对，直接放到嘴巴里面就可以了。OK。好像回到小时候，喜欢吗？
喜欢我喜欢，喜欢喜欢，我喜欢了可那些年可。哦，很像回到那些年小时候的感觉。哇，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今天圭贤来到台湾，我们选出来的圭贤特选勾扎比的这个干妈表拼盘就是蛋饼、豆浆，还有跳跳。